响应922世界无车日，台北市交通局推出台北奇遇三部曲自行车推广活动，第三部曲遇见达人与微笑单车合作将于9月1日登场，民众只要到活动页面登录报名，并且在期限内在台北市 U-Bike 站点借车还车并成功扣款，就有机会抽中单车、耳机与智慧手环等大奖。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今年度推出台北奇遇三部曲自行车推广活动，第三部曲遇见达人特别响应922世界无车日，与微笑单车公司合作，将于9月1号登场。活动是从8月25号就开放民众报名，那民众只要注册 U-Bike 微笑单车会员，依绑定租用 U-Bike 的悠游卡卡号，到台北奇遇官方网站遇见达人活动页面报名。然后在9月1号到9月30号，在台北市境内的 U-Bike 1.0 或2.0的场站借还并成功扣款，就可以累积这个借还次数参加抽奖，我们的奖项总价值达50,000元。那另外首部曲遇见好礼活动呢，同步进行到今年的10月21日，那欢迎市民朋友一起使用 U-Bike 参加活动，实现绿色运输，节能减碳。交通局表示，台北奇遇系列活动首部曲遇见好礼将同步进行至111年10月21日，欢迎市民朋友一起使用 U-Bike 参加活动，落实绿色生活，响应节能减碳。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。